森林漫步是一個啟發自森林治療的活動。森林治療的核心原則是森林是治療師，響度會開啟通往內心的大門。你將會被帶領展開一個使用不同感官的旅程，活在當下，與自身和大自然聯繫，享受慢活和打開感官感受身邊的一切。當你身處在大自然入面，你可以嘗試以下的練習，接受大自然的邀請，體驗一下和大自然建立聯繫。找一個舒適的位置，慢慢合上雙眼，緩慢地調節呼吸，吸氣、呼氣，重複數次。注意住自己聽到的聲音，留意一下你由遠處到身邊所聽到的聲音。如果聲音之間有互動，就享受大自然的交響曲。在我們日常生活環境裡面，可能已經習慣了城市的聲音，但是當我們身處在大自然，打開我們的聽覺，就可能會有不同的發現。帶一張瑜伽地席或者毛巾，或者就這樣躺在地上，放鬆身體在地上休息，同時慢慢張開雙眼，留意一下在你上方的環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經常不自覺地低著頭生活，在餐廳用餐，在交通工具上面，在街上，甚至在行山遠足的時候，你還記不記得你上一次抬頭望天是何時？是時候要讓自己由另一個角度生活，觀賞四周。